亲爱的妈妈，虽然我不晓得你现在身在何处，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正在关注着我。这就吃了那么多家，给他爸爸妈妈放心地走。嗯，他们感觉感觉那个回家的路上那个，按时间线上就那样。我大伯就站在外边，他说：“以后你就跟着我，我呢。”我想，镜头能动开他们的心扉。我诞生了收集的孩子当徒弟，教他们学习摄影的想法。现在扮演来了，一二三，茄子！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六个小朋友的影像发布会。你说句话吧，以后你还拍不拍？不拍就算了。如果是我回到你那个时候，我肯定要好好珍惜的。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一定能够成为出色的主持人。我的愿望是高考的时候考上清华大学。现在就是大一啊，现在这个问题。你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故事，没有让我们现场所有的人泪流满面。如果你以现在这个状态，明天去电视台，神仙都救不了你。金秋九月，秋风送爽，带着喜悦与新奇，带着理想与憧憬，获得本届盛典最佳导演奖的候选人——轮椅上的女孩。恭喜恭喜我们！预备，开始，跑！